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这里面似乎有一个东西可以收集。不在那层。哟，找到你了。啊，这个要是，打得开哦。差一点点，耶！再来是里面的宝箱，希望能够一次开。啊 ，no！ 还有一次吗？哎，没有工具了。这附近是有商店了。吃不到，好，吃到了。进了商店，在这里。全部补满，好怪啊！哎，要重开哦。好，一次就开了，还有许多机会。耶！这次怎么那么顺利？哇，好多哦！这附近上还有个白色的，对不对？有，看到了。顺便一下。要有新地方。这座教堂是在西元1352年由宗教社
塞莱斯廷五世以自己的经费所建立，曾保存亨利二世、法兰索瓦二世及亨利三世的心脏，但在西元1792年，这座教堂就不复存在，而其花园成了一座兵营。这些国王们的心脏被安全地转送到罗浮宫、圣德尼以及凡尔赛宫。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老是觉得皇室的成员都没有良心了吧？皇室的成员都没有良心。我发现我好像杀了人之后，他会稍微慢一点点，才会判定他死亡。还蛮符合实情的。再来就是继续四星嘞。哎 ，qu'est-ce qu'il y a là-bas ? On dirait qu'il y a de l'agitation. Ah. 应该不晓得解不解得完。With Madame Bertin's costumes on the rack, we're sure to draw a more fashionable crowd. Our friends, les Actes des Apôtres, are up to their tricks again. Thanks to Colette, we know they acquired the Sancy Diamond in a raid on the Royal Treasury. We suspect that their leader, a man known as Renard, plans to sell it to finance a major attack.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One of our agents is in place to make the buy using counterfeit livres. Go to Bièvre and make sure it all goes smoothly.好，没问题。啊，又好远啊！我发现我没有装子弹，应该装一下。哇，四星地区哎，圣马尔塞，圣马塞尔和圣安托万市交齐名的圣马尔。马塞尔市郊位于巴黎南部的左侧，是这座城市在邻近地区里最先进的工作类型，比埃夫鲁河流经其中。这个区域因制革厂而重生，进而生产了毯子、袜子、染液和洗衣粉。听起来像是一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疯狂地方。庄园的哥布林纺织厂生产的是法国上好的地毯，工厂就位于此处。在雅克·卢梭的描述下，哎呦，让这个地区闻名于世。原本想象的城市拥有气势宏伟的外观，巨大而美丽。放眼所见是灿烂的街道和闪耀着大理石或黄金光泽的宫殿。在我踏入圣马索市郊时，我只看到脏乱恶臭的小街道、悲惨的黑色房子、肮脏而贫穷的气息、乞丐、马夫、捕衣商、卖药草和过时的人。刚开始这一切都对我造成重大的影响，
毕竟我在巴黎所看到的真实壮丽景象还不足以抹消我的第一印象，而对于在首都生活一向保持隐秘的反感。之后卢梭就成为旅游网站评论家的守护神，哈哈。Don't bloody move! Come here, you! I look like you need a proper beating!这个也是群众事件了，我只是看到这边有一颗三颗星的宝箱而已。那收集品还真多。比埃夫雷河，比埃夫雷河是一条如同法国数百条河流一样的小河流，流入城市的核心塞纳河之中。这也意味着它在经济上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流动与否。每秒仍有令人尊敬的42立方公尺的水在流动。我认为历史学家这是在表示这条满是大便的广阔河流。这条河流流经处有32公里长，最宽有4公尺。它现在几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隐匿在城市景观中。其名称的起源至今仍待讨论，可能是凯尔特语中的水濑，但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条河的微弱水流不利于这些忙碌的啮齿动物生存。但是水濑的图案在河的源头比耶夫雷小镇的镇徽中出现，然而这字首也代表着泥土的颜色。而这条河流在皮革厂污染下游以前的确是富含粘土，另一个可能来源是来自拉丁语动词喝的字首，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沿岸会有许多小酒馆的原因。这应该是酒馆里的玩笑吧？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想太多了？跳跳跳跳！咦，这个还吃不到，或许是要从对面的房子。哇，我的宝箱里面的钱越来越多了。没错，再来是这边有一个东西，我看到它藏的位置，哪一个窗户是可以进去的？没有啊，它藏在屋顶上。这边有一个接着一个，上面吗？
地图上面会不会写几星哎、欸？好像不会。只好自己去看看咯。好多人看守哦，一星的。哎，他在舔手哎。讨厌！哎呦，为什么经常遇到这种事呢？哎，杀掉！结。OK， 拜拜，我要跳走咯。好，他们没有追上来，继续往。联络人前进。强度太不科学了啦，五星条这么强哦。你应该是比较高兴的吧。啊，这次也四星。啊。耶、yeah. ！不买。Encore lui ?我先射杀你。哦，他已经
What happened? Renard smelled a rat. His men took off with the diamond. You'll have to get it back. We have a man waiting to smuggle it out of the country, but only if you can get it to him within the hour. Hurry.哇塞，好多人哦！ 太强了，这一堆，这怎么办呢？先跑，从后面一只一只打，从后面好了。再强的敌人，手枪打中头都会死的，说不定我杀了人之后，目标还会逃走。 没中，等他们过了那个洞，跟在后面偷偷射杀一个。 其他两位居然没有跟过去。 这太恐怖了吧！再试一下成功。你看，我的手枪也要没了，这也太惨了吧！手枪没了，我还要怎么打啊？
我要确保我一枪能够射死他。 好用。 顺便看阿曼草，你们这边拿一点东西。啊，怎么还要去找走私者啊？ 让我过。哎，等一下，好歪。哦，有商店，补东西，补东西。 掉了两颗。 只是想要买个东西而已。
人超多欸，哎，还是跑。位置，好，快下去，快！You have it right here. Nice work. Don't worry, the stone will be safely in Russia before the month is out. Merci, mon ami.完成。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拜拜。If he wants to kill Templars, let him kill Templars. I've done him all I can.